有一个小妹妹。我找小妹妹，你演得出来，这个考技更大的考验哦。嗯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小妹妹会不会害羞？哇，她今天来看你穿得多漂亮，就像新娘子一样哎。哇，来，邀请来来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来，刘凯慧。这个麦克风给你没关系。什么会？刘凯慧。刘凯慧，啊，你今天穿很漂亮哈，你会不会演戏？啊？那你愿不愿意跟那个萧敬腾哥哥演戏？愿意吗？要不然我们就要换女主角喽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说呢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说好不好？那我问一下好了。你要不要那个萧敬腾哥哥当你男朋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说好，马上很多女生说好哦。好不好？好好，那我们要演一段。如果那个萧敬腾哥哥是你男朋友，他跟你吵架了，那你们一个人吵架的戏，可以吗？你 OK 吗？你演得出来吗？啊，演不出来，那就是考验你的演技了。你几岁？你今年几岁？哇，八岁跟你差、嗯、差不多，差不多九岁我也觉得差一岁而已。OK， 那可以演一下，你跟那个男朋友吵架哈，你提前那个练习一下哈。你有男朋友，然后你跟他吵架，你会怎么样？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好不好？还是你要拿麦克风跟他讲话好了。来，讲话讲话，讲话一下，不要害羞，讲话，把他们都当作小石头。看我，你看我。OK 吗？他简直就是……好，我们开始了，导播。OK， 开始。善良信宇。现在女主角跟男朋友说你要跟他吵架，不要跟他在一起了。还是想跟他在一起，你随便你演没关系，你该怎么演都可以。那你可以抱他，要不要你抱他？你为什么都不理我？我生气。那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妈妈说不好，你说好。那我们和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和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回房间了。结束，来抱抱。